一定要紧贴着皮肤，然后再按这个开始键。由外往内打圈，然后提拉。能量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。它发出能量的一个持续时间是30秒，等30秒过后，我们必须要再按一下这个手柄上的按钮。我们也可以直接起到一个提拉的手法，由下往上面提拉。咬肌这一块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手法。打圈也可以，然后由下往上提拉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呢再来操作眼部，先返回，直接按这个下面按的都可以。眼部我们就选择眼部位置，然后进入界面，能量我们就可以从6或者10开始往上面调。占控比我们也可以选择40。能量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，时间我们可以选择5分钟都可以。再按开始键，涂上一点凝胶。要紧贴着皮肤，再按这个开始键，也是一样的，从由外往内打圈，然后再提拉。眼角位置我们可以操作久一点，大概操作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操作额头，先返回界面，也可以按这边返回，然后选择额头。能量我们也可以从5或者10开始往上面调，占控比可以选择40，然后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，时间我们可以选择10分钟。开始，把凝胶抹匀。它的操作手法可以形成一个 Z 字形来操作。能量可以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来调节。如果它的抬头纹比较深的话，我们可以竖着形成一个 Z 字形来操作。也可以直接由下往上提拉，大概操作10分钟左右。整张脸我们需要操作1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再来操作腹部，腹部我们先返回主界面，然后这个R1是一个做身体的一个模式，是由这个大头来操作的，然后再进入治疗模式。能量我们可以从15或者20开始往上面调节，制冷效果我们可以选择10。
操作时间我们可以选择30分钟或40分钟都可以，根据客户的脂肪厚度来调节，然后再开始。